其实到底要不要做羊膜穿刺都是很多妈妈们左右为难的选择，因为做了有3%的机会呢会流产又或是感染哦。但是呢怕不做的话自己呢会生下唐氏症宝宝。那么现在国内有医生发明了一种一滴血就能够检测唐氏症的技术，不过做一次要价24000，也不是每位妈妈都适用。躺在床上抹上优点消毒，就怕生下唐氏症宝宝，妈妈抱着流产的危险还是要做羊膜穿刺。其实在国内平均每700个宝宝就有一名是唐氏症，特别是满34岁的高龄产妇，医师都会建议做羊膜穿刺。只要怀孕16到18周，医师就会在超音波的引导下拿出细长的针穿过肚皮，取出20cc 的羊水，但这样的动作就会有3%的几率流产或是感染。那它是一个侵袭性的检查，那无法避免的它是会有感染跟出血后流产的风险。羊水穿刺发生感染，有时候大部分都是大肠杆菌非常的迅猛，有时候它产生的感染败血症来得很快，有时候临床医师有时候会没法控制的情况下就会产生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意外。但现在有国内医师发现，只要一滴血就能检验出宝宝是不是有唐氏症。非侵入性的唐氏症检测基本上是对于不敢接受羊膜穿刺的母亲，她怕流产的，提供一个非常安全而且同样准确的选择。这样的技术只要怀孕10到12周就能做，号称准确率高达99%，但做一次不便宜，就要24000元，而且也不是所有人都能适用。当然它有它的限制，比方说在多胞胎使用非常小心，再来就是周数必须满10周，还有就是体重最好不要超过80公斤，那100公斤以上是不建议使用这样的方法，因为它浓度会太低。妈妈们怕流产又怕生下糖宝宝，到底该不该做羊膜穿刺也成了孕妇们最左右为难的抉择。记者陈梦回彰化采访报道。